说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惧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会有许多的害怕，你可能害怕失败，你也可能害怕死亡，你也可能害怕有一些突然来的灾难。但是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，他要用爱充满你，以至于你在爱里面没有惧怕。他要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协同中学的教职同仁们为你们带来这首《永远的光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
谢谢。